然后要穿钢铁人的衣服吗？我啊，我还是小朋友。对，太松了。你是吓大人的。那个是小孩的啦。你看他这个线条这么长。那你要带那个钢铁人吗？这个是，这一定是黄若坤滴过吼，啊，无那会变到这么冷。我知，你等一下，我看到你。黄星星，你在做什么？哦，哦。哪有？哦。哎，那个是谁啊？我是超级咸蛋超人。要打败你这个宇宙大魔王。面具那种一波都超红的。哈哈哈！你想要穿吗？嗯，妈妈好了没？赶快来帮依依穿一下。哦，太热了吧？那你要先把衣服脱起来吧。不用啊，钢铁人要这样子。啊，你怎么穿到手那边去啊？你穿错了。这样子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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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要先打开。好，那手伸进去，好像穿衣服穿起来。哇，变身成为钢铁人了。哇塞！